今日你约我到这山明水秀的人间仙境叙旧，真是用心良苦啊！大哥，若能在如此美景之中下棋，可是人生一大快事呀！贤弟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我们分手前整整下了七天七夜，战过百局，哼，可也总不分胜负啊！不是大哥多赢了我一盘。 应顺天，你已经贵为护国大将军，地位至高，当今天下已无人与你匹敌，你为何还要造此奇城？大哥，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很久了，只要我能用这盘生死棋打败你这位棋圣剑祖，我应顺天就是天下第一。哈哈哈，好一个生死棋！20年前。 我就曾听说过，有人用3000工匠打造了一个伟大的棋城，但是江湖之人到现在还不知道这座棋城在何处，那3000工匠也不知去向。那3000工匠早已被我沉入湖底。
为何要做出不仁不义之举？哼！多言无益。起，请。你既然如此急于求胜，又何必客套？好炮二进七。 起手就用你的炮吃掉我的马，陷炮于危急之中，这种走法简直是草菅人命。<笑>对付下棋高手，必须用非常手段。狙鸠平八，炮八平二，炮八进七。 居然把车开到这，简直是自找死路。马三进一，炮五平三，卒三平四。我的卒再走一步，你就是死棋。 这盘生死棋，我赢了。<笑>是，可惜呀、啊，你没有机会走上这一步了。炮三退四，你的卒再走一步就死。啊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居然输了！你急功好进。 忽略了隐藏的危机，我用车引诱你的马偏离了位置，现在纵马日行千里，也于事无补啊！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才是天下第一！你不是，这个残局证明，唯有仁义之士才能赢得天下。哎，贤弟啊！ 你要学会接受这个教训，咱们后会有期吧。就算赢了棋，我们的剑术也分个高下。 何苦来哉？就算得了天下第一又如何？我虽为剑祖，十年前我的妻儿却死于仇家的刀下。唉，可悲的是，我却不知道仇家是谁。<笑>那我告诉你，十年前杀你妻儿的。 就是我，尹顺天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杀他们？我知道，你一向以仁义为怀，必不肯跟我争这天下第一的名分，说不定还会让我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要你用尽全力，让我赢得实至名归。 Yeah!
做个了断，起！ 此立下诅咒，生死契，灵魂不散。500年间，世上将群魔乱舞，我要回来一统江湖。 接下去啊！狗不叫，性乃迁。狗不叫，性乃迁。抢钱！天堂有路你不走。 地狱无门，你闯进来，生人要打此路过，给我兄弟买路钱。哼，想必两位就是天地双雄龙霸天凤灭地吧？既然知道我们兄弟俩的名号，就乖乖把金银财宝交出来。哼，对不起，我们箱子里没有财宝。哼，你睁眼说瞎话！啊！ 狗子，出什么事了？父子，林子那边有坏人。你真的没有财宝？老太婆，你把钱藏哪去了？不是告诉过你们，里面没有金银财宝吗？啊！我知道了，你是食神刘一嘴的女儿刘依依。 知道了，你还敢抢我的东西？今天我没有抢到财宝，我认了。可是我们天地双雄，从没有空手而回过，所以你要跟我回去，帮我做一桌好菜来赔偿我。呸！什么天地双雄啊？平时只会烧杀掠夺，根本就是混蛋狗熊。哼，凭什么还想吃我做的菜？看你们
没那条狗命。刘一，今天我要撕烂你的嘴。刀。平时我是用这把刀来杀猪的，今天我就用它来对付你们这两只蠢猪。慢着，两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，成何体统？多管闲事，兄弟上。好，上。姑娘，借你菜刀一用。喂，你不能用那把刀。这家伙还挺厉害的。以后谁敢在这儿拦路抢劫，我让他光屁股回家。当心！哎，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请问公子怎么称呼啊？在下燕苍风，敢问姑娘芳名？我是刘依依，是深居的当家的。哦，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女食神刘依依，久仰久仰。我看时辰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出发了。大娘，你别催我嘛，我还没跟燕公子好好道谢呢。刘姑娘，一点小事不用放在心上，看来你们赶路吧。这个刀还给你。走了，我们上学去吧。再见。大家手拉手拉好。走，跟着夫子走，回去上学。怎么了，姑娘？糟糕，对不起，我是砍断他们刀的时候，没想到把这刀也砍缺了。依依姑娘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再赔你把新的。你说的容易，这把刀是我爹留下来我最喜欢的一把，现在被你弄成这个样子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把刀是用万年赤铁费了981天的功夫才演练出来的天下第一菜刀，你说你赔得起吗？可是照你这么说，如果真是把宝刀的话，他不会砍缺的呀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在骗你？哦，不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他这么珍贵的话，我真的赔不起啊。赔不起啊？赔不起也得赔。大当家的，万马堡主还在等着你呢，让他等去。我们食神居从来不迟到，你忘了吗？燕藏风，你在这儿等我，不准走开，听清楚了没有？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哎，这件事情不要告诉我娘，好不好？好一幅气吞山河的万马奔腾图。万堡主，你以无影剑称霸江湖，却能用雷霆万钧之势完成此画，文武合一这四个字非你莫属啊。裴堡主既然喜欢，小弟就以此画相送。好，那我一定把它好好的挂在裴家堡的大堂上，以示我俩结盟的决定，让至尊盟的关羽天也畏惧我们七分呢。关羽天狼子野心，
无所不用其极的收拢武林各大门派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虽然情势对我们极为不利，但只要我们能联起手来，还是有机会跟关玉天一较高下的。你要有任何指示，兄弟我替你打头阵。那就多谢裴兄了。小弟今天重金聘请了食神居的女食神过来料理酒宴，真是太值了。裴兄，请。 江湖中传说的彩虹刀法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七分火，三分油，一分糖，十分火，排骨下，三分酒，下香料，下老抽，三分水，转小火。 第一档，火卷排骨，分秒必争。好香啊！这可是女食神天下无双的厨艺啊，多少人想吃还吃不到呢。 不油不腻，甘甜酥脆，美味在口中瞬间散开，带着花香直冲脑门，这简直是天下极品呐！嗯，我仿佛还闻到火的味道，多一分则太焦，少一分则太嫩。哼，能将这般平常的东西做得如此完美至极。 不愧是女食神呐，万兄，这满桌的御膳佳肴，真是天上地下应有尽有啊，让人大快人心呐！如果拿下那关玉天，我们再至尊盟，宴请天下群雄，岂不快哉？ 没想到万堡主早就暗中联络七派十二门，准备时机成熟，联手对抗关玉天。来，兄弟再敬你一杯。兄弟预祝万堡主早日取代关玉天，成为武林盟主。来人呐，把那个女食神交过来。裴兄，是不是菜的味道凉了？不是，我想到一个对付关玉天的办法。嗯。 有什么客套话，别说了，赶快吃了，赶快付钱，我要急着走人。哈，不敢当个刘姑娘的大驾，不过今天呢，请容我说一声谢，日后若有乡亲，请姑娘务必赏脸。是啊是啊，听说自古以来有九大残忍菜，不知道刘姑娘知不知啊？焦驴肉、风干鸡、红脑三汁、烤鹅掌、活叫驴、活醉虾、铁板甲鱼、龙须凤爪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如果。 这九大名菜用在人的身上，不知道通还是不通啊？啊！<笑>用在你身上，你说通不通啊？我说什么你照做就是了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我做什么你吃就是了，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你，哎，裴兄，就一点小事，何必动怒？坐。刘姑娘。
我这位兄弟喝多了，见谅见怪。就你说的还算句人话？哼，逼我会做菜就了不起，去死吧！ 你是关玉天的徒弟任千行吧？哼，好眼力！可惜不偿命。你们密谋害我师父的事，我师父已经知道了，特命派我来送你们上西天。好，我要看看关玉天到底交出什么样的好徒弟。不要杀他！ 不要杀他！快跑啊！你为什么要杀人呢？我救了你，至少该说声谢谢吧。我让你救过我吗？你就算救我，也不用杀人吧？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冷血啊？ 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啊！这些菜是你做的？你给我吐出来！吐出来！为什么？因为菜凉了就没味道了，没有味道了就失了我刘依依的水准。刘依依，食神居的刘依依。 刘依依是你叫的吗？我都不想理你了。既然敢把我辛辛苦苦做的菜沾了血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钱没收到，菜刀又弄坏了，哼，还碰到你这么个杀人狂。哼！烟藏风，烟藏风。 大娘，依依，你今天的行为实在让我失望。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的人，更要相信我的话，不要轻易的接近男人。我不希望看到你受伤。你，我从你十几岁的时候就教你练武，只是希望你能够有保护自己的能力。大娘的教诲我会记得，只是什么？只是还是动了心，是不是？依依，我教你的。 绝情十二式最高境界是什么？心如止水。如今你呢？为了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男人心起波澜，枉费大娘十几年来对你的栽培，更辜负了你身为食神居传人的责任。一个区区的烟藏风，能够对我影响那么大吗？好，我希望你心口如一。 好，阿婆，写完了。好，都是按照您的意思写的。你看，我是给您送到驿站吧。好，相信你儿子一定会收到的。谢谢夫子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位。该我了。依姑娘，总算让我找到你了。依姑娘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让你帮我写封信。您不是会写字吗？
你管我会不会写字啊？是你自己挂着招牌代写书信的，现在我就是要你帮我写。我念你写啊。哦。人言为信，一个人说话不算数呢，是跟畜生一样。天生为人跟畜生一样的人呢，这个人就是下流卑鄙、无耻阴狠。一姑娘，你跟朕也有仇啊？你这么恨他？是啊，接着写。哦。不要以为自己相貌英挺、武功过人，又会诗经又会教书，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来欺骗人。一姑娘，这封信写完呢，是我给你送到驿站呢，还是你自己送？啊，那倒不用了。这封信写完以后呢，你就自己拿回家贴在墙上，然后每天念三遍就行了。你凭什么骂我？是你自己欠骂的。我让你等我，你为什么不等？你以为你跑了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谁说没有等你啊？我从白天等到晚上，是你自己没有去，能怪我吗？哟，你还有理呢？你有理，你赔我的刀啊！你拿一把新的菜刀赔给我，我就好好的道歉。你赔呀，你赔呀，你赔呀！风儿，风儿，谁叫你啊？我娘。你娘？哎，刘姨，啊不，依姑娘，等一下我娘来，你千万别告诉她我会武功的事情。啊，你要我帮你骗人呢？哎，啊不不不，不是骗人，只要你帮我这个忙，以后呢，你说什么都行，我都会听你的，行吗？凤儿啊，外面那么吵，啊、有事吗？啊，没事，真的没事。啊，见过老夫人。这位姑娘是？哦，她是，啊，她叫刘依。老夫人，我是来请夫子给我写信的，现在信写好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哎，好啊，慢走啊。老夫人，改天我再来给您请安，依告辞了。夫人告辞。不客气。慢走，林苍风，我该做的都做了，三天后到时辰居来找我，要不然我就……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求你了。老夫人，您真是又年轻又漂亮。这位姑娘真是又漂亮又有教养，真不错呀。娘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不会的，我绝对不会看错的。哎，五十子真可怜呢。啊，他可怜，可怜的是我。哈哈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师父。天晴，万马宝仪，辛苦了。为师父分忧解劳，是徒儿的荣幸，区区小事不足挂齿。好，好，你真是我的好徒弟。哼。司马右使，在。你准备锦缎20匹，盘龙骨刺一对，外加8名女婢，我要好好重赏千行。多谢师父厚爱，徒儿当尽心竭力，无怨无悔。你有这份心意，为师非常开心。为师闭关已久，我要大宴3天，这事就由你来办吧。是，盟主，这件事不如交给属下来办吧。司马右使，你是觉得我徒弟办不成事吗？属下不敢。哼，我看你还是一心多为至尊盟着想，千万不要像万马宝等人心怀不轨吧。盟主英明。哥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我看到闪闪发光的银子。银子在哪儿呢？谢了掌柜，下次再来。银子来了，往哪里跑？救命啊！你在跑？站住！救命啊！兔崽子，别跑！公子，你跑！我
叫你跑！哎，别闹！公子，救命啊！我打死你！你干什么呀？我打死你！我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叫你跑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是在找这个吗？让我来。谢谢。不用谢，我扶你。谢谢。这是同一只玉簪，可是怎么会在一个老妇人的头上？任堂主，哎，怎么是你啊？啊，原来你们是认识的。依依姑娘，近来好吗？本来很好的，现在有一点不好了。哎，你们听着，本盟盟主明日将亲临你们至尊龙城的盘龙殿，品尝你们食神居的美食。这是客。本盟的卫队及表演的舞伎，今晚将在食神居居住一宿，请两位务必全力配合。我们只住一夜，有劳二位了。哎呀，任堂主，你太客气了。小店呢，一定会尽心尽力。你有什么要求啊？你尽管说。来来来，闲杂人不得入内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只是来卖花的，让我赚点钱吧。不行，出去，出去！你出去！你干嘛？老太太，我带你进去。不能进去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谢谢姑娘的好心。来，你慢一点啊。哎。任堂主，好好，你打他干嘛？不要紧吧。哎，快进来吧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来。没事，谢谢你啊，老太婆，刚才真是对不起了。你可以继续卖花了。喂，你这个人很奇怪啊，一会儿打人，一会儿要人卖花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依依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啊，这朵花给你。好好，谢谢。给我一朵。哎呀，好漂亮的姑娘啊。众侍卫听令，为确保明日盟主能够安心用餐，从此刻开始，本人将坐镇此地，食神居全面加强戒备。刚才本堂主
之所以会出掌击那位妇人，只是试探对方是否有练武功。相信你们也都看到了，未来这两天里，无论是老太婆也好，小女孩也罢，只要是可疑人物，全都要严加盘查。若有人对盟主不利，一律格杀勿论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依依姑娘，你是食神之女，我想明日的菜色就由你来决定吧。嗯，那是那是，一定一定的。至尊盟的人追到盘龙城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回来了。风儿啊！啊！娘把你的包袱都打好了，快走吧。娘，我们要去哪儿啊？哪安全到哪儿去。娘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嘛。娘今天在食神居门口看到至尊盟的人了，我们这离食神居也不远，万一被至尊盟的人发现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啊？娘，别担心，你想想，我们这荒郊野外的，别说人了，就是狗也找不到啊。啊，说的也是啊。可是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呀。娘，你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你想想，这么多年我们都熬过来了，都没事了，放心吧。我总担心啊，可无论如何，小心为好。风儿，娘从小就跟你说过，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你爹的名字啊。我知道娘，我记着了，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我爹的名字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你快走啊！哥，你快点啊！哥，哎呀，妹妹，怎么说呀？现在是逃命，你以为住皇宫啊？哎，快走吧！快点，今天真倒霉，干什么都不顺。行不行？钱没到手，害得我差点被发现。快走啊！走！快跑啊！哥，等等等等。那个人好像在睡觉啊，睡觉，而且还是个老太婆。管他是谁，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值钱的东西。嗯，老太婆，老太婆，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他身上连个包袱都没有，我想他一定比我们还要穷。这簪子看上去倒是很值钱哦。退下。是。参见盟主，武林至尊。盟主，这些都是从关外来的舞伎，个个貌美如花，身材曼妙，如果再让他们跳起舞来，那真是比天仙还美啊。哈哈哈，好好。盟主，所有的酒菜都已经准备妥当，您可以一边用膳一边欣赏舞伎。真好吃。
盟主，这位就是食神居的大当家刘依依。拜见盟主。你，司马钥匙，刚才你说这群舞伎们舞姿曼妙，不如先舞一段给盟主看吧。嗯。刺客，弓箭手。哇，好帅啊！